呀，李宝嗰阵啊，已经睇到领奖系相当之快，红心翼啊，唔慢嘅。咁上咗嚟见到仲有就系好辉煌啊，然之后入边仲有威财宝。咁再后啲咧，跟住先至见到骑下就系一个天域啊，然之后得中一早亦守咗喺内栏嘅位置。再后啲跟住就系金威龙，中间仲有摆明居马、大爱栏，仲有霸王天下。最后啲跟住先至见到仲有啲嘅就系神希影雪啊，神希影雪最后少少跟住先至见到眼明手快啊，齐齐掂嗰啲马，咁佢哋头马仰卧都系八嘅马位，最后就好啦，转咗半个银禧湾啊，前面翻嚟见到威财宝火将同半马位先领先啊，好辉煌守住个第二，领奖就守住外边嘅第三啊，然之后跟住就系德众外边就系红心，然之后外边仲有霸王天下，最后啲跟住就金威龙入边就系摆明居马啊，然之后跟住先至骑下就叫天域啊，齐齐掂啊，神希影雪啊，眼明手快嗰啲马嘅，再入只直路有冇？仲有300米左右啊，前面第一只突咗围咧，好辉煌突咗开上嚟追佢，见到就系德众啊，外边再中意见到就系红心，中间上嚟仲有金威龙啊，但系再中意见到仲有天域啊，嗰啲马嚟嘅，前面好辉煌咧就越骑越有啊，后面德众都系得个揽字，后面上嚟揽啊揽啊，仲有就系红心啊，中间仲有呢个金威龙嗰啲马嚟噶吓。好辉煌咧就大胜而为，好辉煌就跑第一，跑第二名咧就德众，跑第三名就红心嘅。加程到1200就非常之啱路程噶啦，好辉煌。用阿柏宝一样赢，最后阶段得翻17蚊，临尾嗰阵飞好准啊，好犀利添吓，赢到甩晒啦，好辉煌已经。嗱后面嗰只德众都系得个挨字嘅啫，即系始终系跑马地方嚟沙田咧，又差咁啲嘅。外面红心有轻磅之利，但系质素有限，冇办法啦。好辉煌跑第一。德众就跑个第二，红心就跑个第三嘅，冇啊，合理地冇得跑嘅，系一号赢，合理地冇得跑。唉，德众虽然你而家叫做系热 Q 啫，你睇个第二都几乎输俾红心啦。系啊，两条 Q 应该争好远赔率噶，如果即系一同一一搭二同一同十二，一同十二，但系即系翻嚟即系而家虽然话跑一二啫，但系你而家见到即系杀二三名其实好近啦吓。哦，睇下冲线咯。赢晒，嘣！跟住咧，金威龙都有第四，都有翻啲走，即系有啲走势啊！有一个头位就个二三争，